大家请坐。每一个人呢，都希望自己和家人呢，都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人生。那人生能够幸福美满，是结果。那其中呢，有很多重要的因素。在这么多重要的因素当中，有一个因素是至关重要的。诸位老师，是哪一个因素？就是健康。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身体不健康，就算他拥有再多的财富，再高的地位呢，人生也会有很多的遗憾。那现在的经济呢，越来越发展，科学技术呢也越来越进步，但是诸位老师，现在人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康还是越来越不好？那原因在哪里？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圆满？带着这个疑问呢，我们就请中心的周永三老师和各位老师分享新世纪健康饮食，请大家掌声欢迎。也请起立。尊敬的各位校长、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好，请大家就坐。很高兴能够来到马来西亚，跟大家共同来探讨《弟子规》运用在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课题。那么今天讨论的课题是《弟子规》啊，怎么跟吃东西有关呢？因为我们看到《弟子规》里面讲：“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修。”又看到了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其实这每一句话呢，都非常的深刻。什么叫做勿拣择？什么又是食适可？什么是适？什么是可？那么勿过则，什么又是过？这一些呢，其实跟我们今天的题目都有关系。古代的读书人有三门学问呢，是必学的。哪三门学问呢？第一门学问要学医理，要学医学的常识。第二门学问要学命理。第三门学问呢，就是地理。为什么呢？因为要奉事父母的话，没有这三门学问呢，他的孝道做得不圆满。为什么要学医理呢？因为要照顾父母亲的身体，让父母亲在这个平常的时候呢，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要懂一些医学的常识。那为什么要学命理呢？因为父母之年不能不知，不能够不知道父母的年龄，不能不知道天命。因为我们在外面工作生活，父母之年呢不能不知，要知道父母亲年纪大了，身体状况如何。那为什么要学地理呢？因为在父母过世之后啊，我们要找一个让父母遗体能够安息的地方。这三门学问呢，我们仔细的来回想一下，现在的人其实呢都
并没有非常多的机会来接触。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这本书讲到呢，人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人体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然而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充斥着科学的这个高科技的仪器，我们在买这些高科技的产品的时候，买回家第一件事情，譬如说我们买一台电脑，买一台这个数码相机，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这个仪器的使用说明书。为什么呢？因为很担心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操作，一下呢就把这个东西给弄坏了。然而我们的身体这么的精密，请问各位老师，我们在使用它之前，我们有没有看过一本说明书是教我们怎么使用这个身体？好像没有。也就是说呢，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身体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盲目的。健康的问题这么的重要，结果呢，我们从小到大在教科书里面好像没有一本教科书教我们怎么使用这个身体才能够保持健康，也没有一门课程教我们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因此呢，我们就在反思一个问题，人得不到健康其实是不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就缺乏了这一本说明书告诉我们怎么做才能得到健康。因此呢，少了这一门课程，结果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状况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健康受到很大的挑战。其实在很多的讯息当中，不管是报纸，不管是广播电视，都充斥着很多健康的讯息。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健康的讯息这么多，请问现在人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呢？好像更不健康。癌症、心脏病、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疾病呢，好像从来没有停过。而我们发现经济越成长，这些病不但没有改善，反而越来越多，结果健康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口号。因此呢，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今天学的传统文化不能白学哦，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呢，我们就了解到从结果去找原因。上等人呢，是从结果去找原因，然后把原因找出来，原因找出来之后呢，把原因拿掉，那个结果就改善了。可是呢，一般的人看到了结果，可能只会在结果上抱怨，为什么癌症这么多，为什么心脏病这么多，然后呢，自己吓得半死，然后每一天都在等，因为现在健康检查很多，然后要看健康检查的报告的时候呢，大家呢就会深呼吸一下哈，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 surprise。打开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呢，千万不要是我。其实在结果上去抱怨有没有用，在结果上担心有没有用，完全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从结果上去推展原因才能解决问题。但是一般的人事实上看原因呢比较不容易，看结果比较显著，
所以《弟子规》讲事虽小，勿擅为。那个小啊，不是大小的小，那个小叫做原因，因为原因都很小，结果都很大，而且结果都是让我们受不了的，承受不了的。因此呢，一般的人看不到原因，所以呢，我们就先来呈现结果。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是高癌症的发病率与死亡率。我们看到了先进的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越超前越先进，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我本人是医学生物化学研究所毕业的，我有很多的朋友在医院里面工作，他们告诉我现在医院里面癌症的病患跟感冒的病患一样多。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就在省思一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啊，很少听到人家得癌症，很少。那怎么长大之后呢，癌症的病患居然跟感冒一样普遍？那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后来看到了更多的报道，这些讯息呢越来越可怕。北美洲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癌症。最近呢，我在台湾也做过这样的演讲，有一个朋友跑来告诉我，他说这个资料已经有点旧了，现在最新的资料是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必须死于癌症。我心里面呢就在想，各位朋友，人生有没有必然？人生有没有偶然？其实哦，人生没有必然，人生也没有偶然。今天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呢，人生就没有必然，不必然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必然要死于癌症，这个我们不能接受。再来呢，也没有偶然哦，没有偶然哦，就是哎，一般的人讲说一定不可能是我，我不会那么倒霉，其实这是侥幸的心理。学了传统文化之后呢，就不再侥幸了，不在结果上呢去争论必然或者是偶然，而是跑到原因当中呢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在想说，在北美洲的国家，花在每年花在新药的制造研发投入非常非常的多，医院越盖越大，各位朋友，医院越盖越大，人应该越健康还是越不健康？应该要越健康啊。那为什么医院越盖越大，好像排队挂号的人也从来没有少过？怎么会这样呢？这是第一个我们抛出来的问题。第二个我们抛出来的问题是，癌症的进步，癌症的医疗的进步并不等于癌症的减少，这也是我们看到的。医疗在现代已经，尤其是近十年，它的突破啊，比起百年以前，那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人会反对现在的医学是落后的，没有人会反对。然而这样的一个结果所带来的有没有比较健康呢？其实没有。我看到很多的报道，在现在我几乎没有看到一篇报道是
任何一个国家在近年来癌症的数目下降的，我没有看到过。看到的报道呢，都是癌症一直在上升，任何一个地方呢都没有例外。哎，这个是值得我们省思的问题哦。为什么医疗那么进步，然后癌症还没有减少呢？哎，到底我们的努力在做，我们的努力所换来的是什么？这是我们抛出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看到医疗的费用好像也没有等于健康的改善。哎，医疗的费用应该等于健康的改善呢？很多人在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在思考社会为什么不健康，人为什么不健康，然后就开始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投入的金额太少，经费太少，所以呢，政府应该要拨多一点的钱做这个人民的健康。然后我们来看美国的数据，从1960年到1997年，将近40年的时间，美国投入在健康的经费在40年当中增加了300%。如果按照美国经济来做收入的话，收入的计算的话，美国经济每产生7块钱美金的收入，就有1块钱要投在医疗保健上。请问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必须死于心脏病。哇，这个数字让我们也很震撼哦！居然 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对不起，你的薪水当中，你赚7块钱，就有1块钱要投在医疗上。”但是很抱歉的，你有1/4的机会死于癌症，你有1/3的机会死于心脏病。请问我们能接受这个事实吗？我想大多数人都不能接受。再来，第四个问题是，医疗的进步好像也没有带来寿命的延长。很多人不同意这个说法，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了啊，而这个延长的功劳是现代的医疗进步了啊，你怎么说寿命没有延长呢？其实啊，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学问啊，看起来发展得很蓬勃很迅速，可是呢，实际上很有可能我们被骗了呢，都还不知道。其实现在我们看起来人类的平均寿命的延长，其实是一个数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实际问题。为什么说是一个数学问题呢？因为是统计学上出了问题。为什么我们感觉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呢？那是因为婴儿的死亡率下降。也就是说呢，婴儿的死亡率的减少让整个平均寿命看起来提升了。在50年来美国人的统计是，在美国40岁以后的成年人寿命50年来并没有增加过。好，各位朋友，请问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论语》里面讲：“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哦，有没有中间？没有中间哦，没有说不进步，也没有退步，没有哦，没有中间。所以寿命没有增加，而医疗的费用投入了很多，人力投入了很多，其实呢已经是退步了，而且是严重的退步了。最后我们再抛出另外一个问题，医疗的增加有没有等于
健康的保障。在看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第一个数字是美国的死亡原因排名第一位的叫心脏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必须死于心脏病。第二位叫癌症，也就是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必须死于癌症。哎，那第三位是什么？哎，我们在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问，那第三位是什么？我第一次看到第三位的死亡原因的时候，我真的吓一跳，因为第三位的死亡原因叫做医疗失误。医疗失误，这是在美国哈，医疗最发达的国家，一年造成225400个人死亡。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拿起计算器来算一下，除以365，你会得到一个数字，也就是一天死于医疗失误的有600多个人。哎，听到600多个，大家在心里当中浮现什么样的影像呢？我浮现的是这样的影像，因为在美国第六位的死亡原因叫做意外事故，而常常一个大型的意外事故，譬如说一架飞机掉下来，200-300个人丧命，请问这个新闻在报纸里面会登几天？可能会登一个礼拜哦。可是各位朋友，一天有600个人死于医疗失误，请问报纸有没有登过？居然没有登过耶。可见得我们觉得现在的资讯很发达，其实是正确还是错误？就是我们认为资讯很发达这个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这值得思考哦。资讯这么发达，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居然不知道，而且报纸从来没有登过？这 值不值得我们省思呢？也就是我们总认为生病就应该吃药打针，可是吃药打针对我们的病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我给大家说一个数字，在1970年代，以色列的医生罢工一个月，那个月以色列的死亡率降低40%几。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发生在南美洲，医生罢工，死亡率都降低。这个让我们很省思哦。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大家也不要误解了哈，不是到叫大家生病不要看医生，不是这个意思哦。要是有这样的误解的话呢，那就冤枉了哈。生病还是要看医生，只不过我们在思考现在的医疗，就刚刚这些问题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现在的医疗的方向是不是错了？只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医生或者是医疗是不对的，不是的，医疗是对的，必须要有医疗，但是医疗的结果所带呈现的这个结果，让我们反思方向是不是错了，方向是不是错了。我曾经到一个农村，中国的农村去，很有意思的呢，这个农村的长者都很长寿，年纪都很大，可是呢，我看到很多70-80岁的长者还在种田，他拿着锄头在种田。那我就很好奇地问他们，因为呢，有一个朋友告诉我，那个村庄是没有人生病的，从来不生病的。我就很好奇地去问一个长者，我问他说，为什么这个村庄没有人生病？我得到了一个非常让我惊讶的答案，他告诉我说，我们这个村庄没有医院，
你叫我怎么生病呢？这个问题啊，这个回答很有哲理耶，各位朋友，充满的哲理。而这一个回答居然是出自于一个七八十岁的农民的口中。所以很多的问题呢，可能我们把它复杂化了，太复杂了。我们思考问题，可能因为随着我们知识的积累，让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向有一点偏失了。所以这些统计数字其实在提醒我们重新去检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来观察美国的十大死亡原因，看到了第一位是癌症，第一位是心脏病，第二位是癌症。而在癌症当中呢，肺癌的治疗率五年存活只有10%，乳癌跟直肠癌存活率只有50%，而血癌跟淋巴癌更低，大概只有3%。而这些数字啊，还不是最让我们惊讶的。最让我们惊讶的，居然是治疗跟不治疗存活率差不多，也就是癌症呢有治疗跟没有治疗存活率差不多。这是从多年来追踪临床追踪调查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就在想，那为什么要治疗呢？那治疗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帮助呢？这个要思考。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些结果上去思考的时候，唯一提起来的一个理智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去找原因。所以我们要追求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其实呢，非常的简单，医疗的进步并不等于治疗的进步。什么叫做医疗的进步呢？就是技巧的追求并不等于治疗观念的提升，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朋友，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现在的学习，我们现在的社会现象，是不是都在追求技巧的提升？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技巧的提升是要用来服务社会人群的，是要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可能我们每天都在争一分两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一分两分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而我们在追求技巧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境是症状的解除，我们在追求症状的解除，并没有想到要去把问题的根源拿掉。我常常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现在呢头痛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吃什么药？很多人告诉我是 Panadol 止痛药。而我们回到中国老祖宗的医疗理念，今天讲传统文化，中国的老祖宗告诉我们，疾病有两个概念是必须要厘清的。这个两个概念分别是症跟病不一样，症状跟疾病不一样。请问头痛是症状还是疾病？头痛是症还是病？所有人都说是症，好，是症哈。可是头痛第一个想到吃止痛药，请问我们是要把症压下去呢，还是要去把病治好？是要压症状嘛。为什么想要压症状而不想要治疗疾病？因为压症状比较快，现在的人都讲求立竿见影，所以症状解很快啊，症状的解除非常的快速。可是怎么样？可是危机重重，危机四伏。因为我们以为症状没有了，我们已经安全了，其实不然。好，再醒思一个问题，请问癌症是症状还是疾病？
癌症是症还是病？啊？哦，这个很多人就不敢大声的回答了。好，我们再继续深入看一下。很多人得到了癌症，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把它切掉，对不对？或者是用放射性治疗，或者是用化疗，总是要把癌细胞给消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哦，癌细胞切掉了，请问癌症不见了吗？如果癌细胞切掉了，癌症就不见了，那没有人会死于癌症。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把癌细胞切掉之后呢，很快又长出来了。哎呀，我们才晓得癌症是症啊，它是一个反应整个身体不协调的一个症状。身体已经整体的怎么样不协调了，它是一个整体的结果，它不是那个地方就某个器官的结果。甚至于呢，我们拿症状解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还把症状看错。怎么说呢？我看过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基因叛变》。什么意思？就是叛变了才会得癌症啊，是不是？好，各位朋友，我们现在把癌症看成叛军哦，看成叛徒，有没有？对。好，各位朋友，我曾经在读古书的时候啊，读古代的历史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的国家朝代灭亡，它的原因都是因为皇帝啊听信谗言，把忠臣给杀掉了。而我们想一想啊，当忠臣来劝谏的时候，为什么皇帝听不进去？为什么听不进去？因为他认为这个来进劝谏的人啊是叛徒啊，把他给杀掉了。所以误杀忠臣啊，这个人叫暴君啊。那我们来想啊，癌症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当一个人得到癌症的时候，他如果可以回光返照，哎呀，我可能错用我的身体的哦，癌症是来劝谏我们的哦，他是什么？他是忠臣。一个人得到癌症表示什么？表示他错用了这个身体的，错用了嘛，就是因为错用才会得癌症嘛。如果我们好好的用，根本不可能得癌症。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把癌症当成忠臣，那么他有救。但是我们通常把他怎么样拖出去砍了，有没有？因为他是叛徒啊。结果我们把忠臣看作叛徒，我们变成什么？我们变成暴君了。那暴君治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一定会垮哦。各位朋友，症状解带来的是什么？可能是悲剧哦。现在最新的一个说法呢，已经慢慢在调整。我听过西方现在在治疗癌症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叫做与癌共处，把他当朋友啊，因为他是忠臣嘛，你要好好的爱他。所以有一个医生得了癌症，他跟这个癌细胞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因为他说他对不起这个癌细胞，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了癌症之后啊，他才醒悟到他这一生啊，糟蹋了自己身体，糟蹋了太久了，他这身体已经够忍耐了，这个身体已经忍耐他这么久了，最后才得癌症来提醒他，所以他非常的觉得愧疚，觉得他对不起他的身体。他没有好好的使用父母给他的这个身体，所以他用感恩的心，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改变了自己的饮食，改变了自己的作息，改变了自己的心境，结果他的癌症就好了。
所以他后来出了一本书，书名叫做《感谢我得到癌症》。因为他从癌症的醒思当中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改变了他的生活，改变了他的这个面对这个世界的眼光。他开始不在症状上抱怨，他开始找人生问题的根本。各位朋友，健康的问题是不是人生的问题啊？而健康的，我们面对健康的态度，跟我们面对我们生活的态度，是一个态度还是两个态度？其实是一个态度啦。当我们想到癌症就想要把它切掉的时候，这种症状解的心境啊，应用到夫妻关系，夫妻吵架之后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夫妻遇到挫折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在台湾现在听说有一对结婚就有一对离婚，也就是说呢，离婚率已经非常的高了。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因为症状解嘛。当我们头痛的时候想到吃 Panadol， 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可能想到就是离婚哦，因为它是一个态度，它不是两个态度。各位朋友，我们要相信人生的问题非常的单纯，它不是非常复杂的。而我们头痛的时候想要吃 Panadol， 我们遇到学生很叛逆的时候我们就想要把它开除哦，因为想把它切掉嘛，这也是症状解啊。以为把这个学生切掉之后呢就没事了，我这个班级就没事了。请问有没有事啊？可能事情是变从明显的，从显性的变成什么？变成隐性的，那个问题可能更严重啊。各位朋友，所以我们想到症状解跟根本解其实是我们整个医疗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不但是医疗应该思考这个问题，人生的态度也应该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中国的经典告诉我们，中国的医书告诉我们，治未病不治已病。这个未病不是我们这个未哈，是还没有发生的疾病。各位朋友，这个思考，这个思考的状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出现过？很重要哦。圣人呢，治未乱不治已乱。你看，这个是思考的问题哦。现在我们宁愿花每一年花几百亿的美金去研究新的药物，有没有？可是我们却很少花钱来研究怎么预防不要生病。我们的思考都觉得只要我有很好的药，不管我得什么病都可以解决。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能不能让病还没有产生的时候就叫它不要产生，这个才是高明的啊。而我们想一想看，为什么我们提不起这样的一个思考？在中国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故事。他说啊，中国有个神医叫做扁鹊。扁鹊哈，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他的医术非常的高明。什么样这个不治之症啊，他都可以怎么样妙手回春，他可以治非常难治的疾病哦。所以很多人说，扁鹊你的医术真是高明啊。扁鹊就告诉朋友说呢，他说其实啊，我的医术不是最好的。很多人就想，那还有人医术比你更好吗？他说有，我的二哥医术比我好。因为扁鹊有三个兄弟啊，他说我的二哥医术比我好。这个人就觉得很奇怪，不对啊，你的二哥不是都在医那个小病吗，小感冒吗？你怎么说他的医术比你好呢？他说你有所不知，
他说我的二哥啊，能够在他小病的时候就把他医好了，让他怎么样，永远不会得大病。这个医术很高哦。那么讲完之后呢，扁鹊就告诉他，其实这也没什么。他说我的大哥啊，还比我的二哥医术还要更好。这个人就更奇怪了，他说你的大哥好像从来没有替人家治过病啊，你怎么说他的医术比你的二哥好呢？他说你有所不知，我的大哥啊，能够在这个人还没生病，还没有任何疾病的预兆的时候啊，他就已经看出来他30年后要得什么病了，然后赶快叫他吃什么可以养生的东西，让他30年后不要生病。哎，所以这个人呢，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可是呢，你看哦，三个兄弟当中，大哥的医术最好。那、请问谁的知名度最高？扁鹊的知名度最高啊！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值不值得我们省思啊？现在一般人是在看知名度，还是在看实质的能力呢？好像都是在追知名度，有没有？这个问题值得我们省思哦。所以中国文化其实是一个什么？知名度不怎么高的文化，可是它可以解决人类千秋万代的问题啊。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呢？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啊，我们可以引发这么多的人生的思考，可见得我们的人生啊，只有一个态度，就是蔡老师讲的举一要反一切哦。举一要反一切哦。所以呢，听到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开始就在思考我们的医疗方向是不是错了，我们是不是开始要探讨怎么样来预防。其实疾病可不可以预防？当然可以预防啊。我们何不把研发药物的那些金钱拿来思考怎么解决预防的问题？而疾病的预防之道，我们看到了在美国健康基金会有一个流行病学专家，他也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叫欧尼斯特·怀特博士。这个怀特博士呢，曾经做过一个流行病学的研究，他讲到呢，有50%男性的癌症跟60%女性的癌症是与营养过剩有关。好，各位朋友，听到这句话，请问您知道怎么预防癌症了吗？您得到什么样的省思？很多人啊，看到了一句话之后呢，就怎么样？哦，原来是这样，然后呢，就跳过了。其实呢，真正观察很入微的人呢，他听到这句话之后啊，他就想，他就会去思考，预防癌症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不要吃太好啦，是不是？因为人家明明跟我们讲说，有50%以上的癌症跟营养过剩有关的哦，已经这样讲了哦，那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不要吃太好嘛。只要我们不要吃太好，我们就跟50%以上的癌症怎么样绝缘了，有没有？对。而另外一个数字呢是什么？美国癌症学院统计的一个数字，他说呢，如果美国人能够采取低脂肪的饮食习惯，则能够降低50%-90%的罹患癌症的几率。这个数字很吓人哦。再来，如果很不幸的这个人得到癌症呢，他如果可以采取低脂肪的饮食习惯，则能够降低35%-40%罹患癌症的死亡率。各位朋友，看到了这个结果，很多人就要赶快问，那什么是低脂肪的饮食啊？我也要吃。因为呢，吃了之后哦，会预防50%-90%的癌症哦，那太有效了。所以呢，很多人就在思考，那什么是低脂肪的饮食呢？一般的人看到了这样的报道，下一次走到
supermarket 的时候，他当他在买牛奶，他一定会挑脱脂的牛奶，哎，把脂肪拿掉嘛，低脂肪的饮食啊。然后呢，在买肉的时候呢，一定把肥肉割掉，哦，我要吃精肉，这叫低脂肪的饮食。请问对还是错？不对，各位朋友，不是的啊。低脂肪的饮食在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不是这样子解释的啊。如果这样子解释呢，那癌症还会那么多吗？我们来看一下，从食物样品里面我们来看脂肪的含量，在各位这个的左手边大家看到的这一排红色的数字，奶油的脂肪当然是100%的， cheese 汉堡的脂肪高达67%，一直往下到鸡肉的这个脂肪是26%。而我们看到旁边那一栏有没有菠菜，一直到烤马铃薯，脂肪都小于15%。也就是说，在营养学的领域当中，什么叫做低脂肪的膳食，大家知道吗？其实在营养学的角度当中，低脂肪的膳食就叫植物性的膳食。再把它讲得更白话一点，低脂肪的饮食叫做素食，高脂肪的饮食叫做动物性的膳食，这个就对了。所以大家有没有破案呢？这个好像破案了哈。为什么疾病那么多？为什么疾病医疗的进步，疾病没有下降？你看破案了有没有？找到根源了哦。终于找到根源了，原来是吃错了，吃错了，我们把食物的结构搞错了，结果让我们呢非常的辛苦。动物性的蛋白跟脂肪的摄入，它的相关性超过90%，所以呢，在营养学界常常以脂肪的含量来作为动物性膳食的指标，也就是说。人类健康的问题不是只有跟脂肪有关，还有跟什么有关？动物性的脂肪有关，动物性的蛋白质有关。因为营养学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不能把它切割，很重要哦。现在的医疗慢慢也走向整体化的医疗哦，不是说你肝有问题就看肝哦，不是哦，慢慢已经回归到我们中医的思考，中医的思考哦。眼睛有问题，可能是什么问题？肝的问题，因为肝开窍于目，肝开窍于目哦，所以呢，很多人眼睛有问题去看眼科，看了很久都没有起色，为什么？因为看错了，他应该去看肝胆科才对。可是问题是，西医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回到中医才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因为他把人当成是一个整体，当成是一个宇宙，所以任何器官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其他器官的运作。所以中国医学讲阴阳五行，这个不是迷信，这个不是迷信，五行相生相克，这个不是迷信，这个是讲，这是用 五种物质的性质来归纳宇宙一切物质的性质，它的 interaction， 它的交互作用，它是用性质的交互作用来理解宇宙运转的法则，而它的归纳正好在人体的五脏六腑当中呢，也符合这样的一个法则，这个是高明的归纳，所以它不是迷信哦，所以要看得深，我们才知道中国文化那叫博大精深。所以呢，整体观在我们现代的时代呢，非常的重要。要解决现代人的问题，一定要回到中国文化的思考角度来思考。
因为人只是宇宙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人不能够跟这个大自然冲突，而是它是一个整体的思考。而我们来看植物性的膳食为什么这么重要。在1980年代，康奈尔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坎贝尔教授，就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关注。坎贝尔教授在1981年到1987年的时候，曾经到中国去做了一项中国健康调查报告，就那本书英文的名字叫《The China Study》。这本书呢，他报道的就是他7年以来，他做了7年的实验，而这7年的实验找的样品的数量非常的庞大，找了65个县，每个县找了100个人来做实验。那为什么要找中国呢？因为在1980年代的时候，中国人的饮食是现代医学公认最健康的饮食，就是他们吃的肉非常的少，他们吃的蔬菜水果非常的多。所以呢，他找到了中国去做这个实验，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他做了7年的实验，得到了8000多组的数据，综合来讲就是一句话，就得到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在中国饮食当中，脂肪越少，吃得越素的地方，血液中胆固醇还有雌激素的水平就越低，这是他第一个结论。而胆固醇跟雌激素所连结的疾病，就是他发现成人的癌症、心脏病、骨质疏松症、肥胖症、糖尿病也跟着下降。各位朋友，这个结论呢，值得我们省思哦。吃得越素的地方，胆固醇越低，然后胆固醇越低，不是只有心脏病跟胆固醇有关哦。坎贝尔教授最后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文明病，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文明病，都跟胆固醇的指数挂钩哦。而大家知道什么东西里面胆固醇最多？鸡蛋。鸡蛋胆固醇很多啊，这个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哈。而这个内容呢，获得中国卫生部给他的一个科技进步的一个一等奖的一个肯定。然而过了20年的时间，20年过去了哦，我们现在再去看哦，当初坎贝尔教授在中国看到了健康的状态，现在已经怎么样？慢慢的在恶化了。近年来呢，中国人的健康已经悄悄的在做变化了。北京的协和医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发现呢，北京罹患癌症的几率1999年跟1955年比起来呢，居然上升了5.2倍。而他们去分析问题的原因呢，发现可能跟肉吃太多有关啊，他们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结果呢，又做了一样统计，他发现北京市区啊，就是北京这个城啊，不是整个中国，是一个北京市，罹患癌症的状况，在70年代呢，10万人当中小于10个，到了80年代呢，增加到20个，2倍，到了90年代增加到24个。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大家猜增加到几个？增加到60个啊！我在中国做演讲的时候呢，我常常问他们，我说大家看到这一个曲线，这个上升的曲线，像不像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啊？哎，他们说很像。所以呢，经济成长率换一个这个
横轴的这个数字啊，变成了癌症的死亡率。好，再换一个名称哦，变成了什么？变成了离婚率，变成了犯罪率。各位朋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好像我们赚到了钱哦，可是我们却失去了一切，我们却拿一切来换经济的成长哦。可能这也是空气的污染指标哦。各位朋友，我们请问我们赚到钱了吗？我们赚到的是什么？我告诉大家，我们赚到叫费用，叫费用，而不叫钱了，那个叫费用。那个费用是用准备来让我们看病用的，让我们准备来解决社会犯罪率的问题用的，所以它叫费用，它不叫钱。我们要记住哦。所以呢，钱跟费用只在一念之间，就我们到底是赚到钱呢，还是只是在赚费用？各位朋友，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从健康的这个主题啊，其实可以看整个社会哦，可以看整个世界哦，可以看整个人类未来的方向。所以非常惊人的数字，在大肠癌，我们看到全球每年死于大肠癌的人数呢，约有50,000个人，而这除以365，也就是每一天有137个人死于大肠癌，这个数字很可怕。而大肠癌跟吃肉的关系，我们刚刚讲到，不是只有在中国是这个样子。到了日本，我们来看一下，日本人每一天吃30克的这个肉的摄取量，日本女性得大肠癌的死亡率大概10万个人当中有7个，这个是女性而已哦，不包括男性。而男性的死亡率比女性更高。到了英国呢，吃肉的量增加到197克，就是每天死亡率增加到20个。到了美国，增加到280克，死亡率增加到30个。到了纽西兰，就是新西兰，吃肉的这个克数到达309克，结果死亡率呢也上升到40个。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明显告诉我们，吃动物性的膳食跟癌症是成正相关，跟大肠癌成正相关。而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分析非常多的疾病啊，在我手上有非常多的资料，现在已经发现乳癌、男性的这个受限癌、肝癌，非常非常多的癌症，不是只有大肠癌，其实都跟吃动物性的膳食是有相关联的，都是有关的。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一一跟大家报告，但是我们只举一个例子，癌症就举大肠癌这个例子。有一个研究终身一辈子研究大肠癌的医师，叫做丹尼斯博士，他是一个爱尔兰医师，他研究大肠癌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大肠癌其实跟食物通过大肠的时间有关。他就指出呢，如果我们吃的食物里面是高纤低脂的食物，什么叫高纤低脂呢？就是蔬菜、水果、纤维素非常多的这些东西的话呢，那么这个食物留在我们肚子的时间大概是20到30个小时，就是一天的时间就排掉了，一天就排掉了。但是如果我们吃的食物是低纤高脂的食物，什么叫低纤高脂的食物？就是肉类，肉类里面没有纤维素，没有纤维素，只有脂肪。那么吃的东西是这个东西的话呢，那么留在我们肚子的时间是多少呢？80到100个小时。为什么？因为纤维素可以刺激我们肠胃的蠕动，加速它排出去。
你看哦，吃肉类比吃 植物性的膳食待在肚子里面的时间要增加4到5倍。各位朋友，请问这4到5倍的时间肚子里面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只要思考一个问题，大家拿一块肉，一块肉放在室温底下，请问多久会臭掉？一块肉在室温底下多久臭掉？一天就臭掉了，在现在这种天气一天就臭掉了。而在室温底下一天臭掉的肉，我们居然允许它放在我们的肚子里面4到5天哦。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很多人讲说不对啊，有消化液啊。可是呢，现在的医学也告诉我们，肉食带给我们整个肠里面的微生物像怎么样转变了。吃肉吃的比较多的人，吃的比较频繁的人，他的胃肠子里面的微生物比较多，是不好的菌种，坏菌比较多，有益的菌、益菌就比较少。你看为什么坏菌比较多啊？因为它会腐化，肉有毒素会腐化，会吸收养的这些坏菌。而现在的医学告诉我们，大肠的年龄其实跟实际的年龄是成正比的。一个人大肠越年轻，他的外表看起来就越年轻；一个人大肠越老，他的外表看起来就越老，他的皮肤就越暗沉，皱纹就越多。我们来思考一下哦，为什么大肠会老啊？因为我们把它，因为我们很折磨它哦，折磨它哦。我们用什么来折磨它？我们吃很多的肉来折磨它，因为它吸收很多的毒素啊，它在肚子里面排不出去，必须要4到5天才能排出去。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肠子其实对我们已经很容忍了哦，已经很包容了哦。然后我们这样折磨它，它还没有生病哦。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其实啊，一个人要美容养颜，抹化妆品有没有用？我告诉大家，这叫症状解，因为抹在外面症状嘛。根本解是什么？吃蔬菜水果多吃一点。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在吃蔬菜水果的时候啊，你想想看哦，毒素就少了，大肠所吸收的毒素就少了。因为蔬菜水果本身即使它腐化，它的毒素没有肉那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很快就排出去了。所以呢，我们知道人体啊，解毒的器官是哪一个器官？肝脏。肝脏是解毒的器官。如果我们吃进去太多的肉类，它吸收了那么多的毒素，肝来不及解毒哦，来不及解毒哦，那这个毒会往哪里走？往皮肤排出去，因为它来不及嘛。而身体又不能把这些毒素积累在体内，它怎么办？它就从皮肤排出去。所以皮肤为什么会暗沉？为什么会有黑斑、雀斑？为什么会有这个皱纹？因为它在排毒，它是在排毒的过程。虽然有些人是天生丽质哦，很多人讲我是天生丽质啊，所以我吃什么都没不关都不要紧哈。可是呢，时间会说明一切。我们的身体啊，经不起我们几十年的折磨啊。所以大家看，为什么很多人能到晚年的时候呢，他的整个身体的状况一下子垮下来？为什么？就是因为呢，大家太相信自己天生丽质。这个是长期的一个经营啊，人的身体健康是一个长期的经营。所以看到了这一个爱尔兰医师的研究，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醒思。其实纤维对我们很重要，纤维就像是一个刷子一样，它可以把我们的
大肠刷干净了，它在经过我们的大肠的时候，可以把我们大肠里面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排掉，能把我们的毒给排掉，排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也是现在人在思考文明病的另外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吃错了嘛。再来，骨质疏松症也是现在人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尤其是这个更年期以后的妇女。而什么是骨质疏松症呢？现在医学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骨质流失 50% 到 75% 的时候，这个人就叫做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所流露出来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可能这个人啊，只要打一个喷嚏呢，他的肋骨就断掉了，骨头非常的脆弱。可能呢，他坐在车上，坐在比较颠簸的路上呢，可能他就骨折了。这样的疾病呢，非常的可怕。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一个亲戚啊，就得了这样的疾病，他没有办法出门。为什么呢？因为譬如他到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去，结果呢，因为人很多一挤呢，可能他就骨折了，他没有办法出门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疾病。而研究显示呢，吃得好的国家骨头比较弱，这好像跟我们的常识又不一样了。好像吃得比较好的国家骨头应该比较强壮啊。为什么？因为很多的医学常识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得骨质疏松症呢？因为缺钙嘛。所以很多人鼓励说呢，你要多吃钙质哦，而且你吃的钙质可能还不够，你还要补钙哦，还要补哦。所以呢，一直补，一直吃，一直补，一直吃。结果呢，临床上却告诉我们非常惊讶的一个数据，他告诉我们，吃的比较好的国家骨头比较弱，反而吃的比较差的国家骨头比较强。所以请问，钙吃的越多骨头越强吗？好像不是哦。好，进一步我们再去思考，为什么不是？这个跟我们平常的观念怎么不一样呢？好，钙质流失的原因啊，在于不在于吃进多少，而在于留下多少。各位朋友，钙不在吃进多少哦，而在我们有多少可以留在我们的身体。各位朋友，我们看到了钙质哦，还想到了什么？想到了中国老祖宗给我们的一个教诲，叫做开源节流。钱不在于你赚多少，而在于怎么样你能留住多少。财富不在于你赚进多少，而在于你能留住多少。各位朋友，人生的概念都是相通的，举一要反一切哦，相通的。那为什么钙质留不住？研究显示呢，摄入动物性蛋白3到4个小时之后呢，你去验尿，譬如说我们吃一块肉，吃肉吃进去了动物性蛋白嘛，然后呢3到4个小时我们去验尿小便，然后这一个尿液呢里面呢发现什么？有很多的钙质流失了。你说为什么钙质会吃肉跟钙质的流失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非常的密切，因为我们知道肉食吃到肚子里面是一个酸性的物质，酸性的，而人体呢的体质是弱碱性的，所以它要去平衡这个酸性。因为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所以它一旦酸性出来的，它就要赶快平衡。那抽什么东西来平衡？把骨头里面的钙离子抽出来平衡，因为钙离子是碱性的。所以我们看到动物性的蛋白吃进去之后呢，变成了酸性的，所以它必须从骨头当中抽更多的钙出来，怎么样平衡这个酸性，把它平衡到弱碱。所以呢怎么样，自然而然
流掉的盖子怎么样变多了，这是一个原因呢、啊。因此呢，需不需要补钙呢？各位朋友，其实不需要补钙啦，只要蛋白质的摄取不要太多。哦，问题来了、哦，动物性的蛋白摄取不要太多，根本啊，我们需要的钙质的量怎么样？其实是很少的，根本不需要补钙嘛。所以我们想到啊，我们接受到的讯息，请问，有可能不是真的哦，有可能不是真的哦，哦，这是一个问题。再来，第二个思考的问题是，那牛奶喝越多，骨头越强吗？这个是一个统计数字啊、哦。这个也不是我讲的、哦、这个是统计数字来说话，因为现在人相信科学，相信统计数字、哦、横轴大家看到的是每一个国家喝牛奶的量，纵轴是髋骨的骨折率，髋骨的骨折率在医学上通常被来当作是一个人骨头健不健康的指标。而我们看到好像牛奶喝得越多的国家髋骨的骨折率好像越高哦，各位有没有看到了？诶，那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呢？不是听说牛奶的钙质最多吗？对啊，那怎么会没有达到补钙的效果呢？各位朋友，我们不要忘了牛奶的钙质很多是对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哦。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想过，牛奶里面的动物性蛋白也很高哦？有没有？哎，动物性蛋白的含量也很高啊。所以怎么样？所以这个叫做及时雨。哎，及时雨好不好？好，对不对？久旱逢甘霖嘛，及时雨好不好？好哦。可是怎么样？很不幸的。就像中国有一部小说叫《水浒传》，及时雨叫送江，有没有？通通送给江水了，有没有用？没用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可能都在做这件事情哦。一方面从这里吃下去，另外一方面呢就流掉了，一点用处都没有，太没有投资报酬率了。所以呢，请问你每天浪费多少钙呢？各位朋友，很多的妇女啊，她都被告知说，哎，你不要喝咖啡哦，喝咖啡会让你骨质疏松哦。她，请问她有没有讲错？她没有讲错，她讲的是对的。可是她没有把事实的真相完全呈现出来。我们看到一个人喝一杯咖啡，流掉多少钙质？2到3毫克的钙质 ，milligram， 2到3 milligram， 可是没有想到，吃一个汉堡居然流掉28 milligram 的钙质。有没有人告诉过你说，哎，你不能吃汉堡哦，吃汉堡包的话呢，你会得骨质疏松哦？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可是呢，我们却发现了吃一个汉堡包，居然比喝一杯咖啡流掉的钙质多10倍。好，再来哦，吃动物性蛋白超过30到40克，居然流掉的钙质比喝一杯咖啡增加100倍。各位朋友，所以我们现在了解了吗？现在的资讯是大爆炸的时代，可是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获得的资讯是全面的吗？我们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的资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没有获得全面的资讯？因为我们的判断力不足。我们昨天跟一位校长在交流，这位校长呢就告诉我们，他说呢，现在有个报道，他说呢，现在啊，这个电脑很发达哦，
可是呢，英国有一个学者啊，就很忧虑，他说电脑这么发达哦，这个我们查资料虽然很快啊，可是呢，恐怕这个世界啊，再也没有办法出现智慧非常高的大师，就是智慧没有了，只剩下什么？只剩下知识。而电脑越发达呢，可能以后知识怎么样也没有了哦，只剩下什么？只剩下资料，只剩下一大堆的 data， 连知识连 knowledge 都没有了，只剩下 data。那请问这些资料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各位朋友，这些资料不但对我们可能没有帮助哦，还有可能对我们有伤害哦。因为早上我们听到蔡老师说，有无德有才是什么品啊？是毒品，有没有？那无德无才是什么品？废品。是废品啊。所以一个人无德而有才哦，他可能滥用这些数字哦，他想要让你知道的数字他告诉你哦，他不想让你知道的数字呢，他藏在口袋里面哦。所以我们看到的，以为我们看到真相了吗？其实呢，没有看到真相。而究其原因呢，问题出在哪里？还是那个德啊，还是那个德啊。所以呢，有一个老师啊，有一个教育专家啊，曾经很感慨地告诉我们，他说啊，现在的学校啊，什么都有了，什么都有了，就是你要这个教室，哎，你看有最好的教室啊，这个有最好的服务，营养午餐，有最营养的午餐，有最好的课本，有最好的老师，有最好的校长，什么都有了。他说现在的教育，现在的学校只缺一样。请问缺哪一样？缺德。然后现在的教育叫做缺德的教育。哎呀，这个教育专家啊，让我们呢感受到他确实呢，他是很有教育的使命感，他才能观察的这么的入微。而缺了德，请问对我们有没有影响啊？那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正确的讯息？因为缺德嘛，根源要去找出来。但是找出来之后呢，不是去抱怨哦，而是怎么样，赶快把这一课怎么样补上，补上，我们以后的未来啊，才不会有缺憾。所以呢，谷子书中的探讨呢，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对33个国家进行87项调查，发现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摄入量呢，与骨折发生有关系。我们看到横轴是什么呢？横轴的分母是植物性蛋白，分子是动物性蛋白。而当这个数字越大，表示植物性蛋白越高的时候呢，骨质疏松症是越少的。所以呢，我们从这里体会到什么？动物性的膳食其实才是妇女更年期之后骨质疏松症的主因。所以要避免骨质疏松症，不是补钙，不是多吃钙质的食物，不是的，而是怎么样，少吃动物性的膳食就对了。你看哦，方向对了，人生就得到了什么幸福。所以有一个这个有一个学问家曾经说过一个很有道理的话，他说啊，只要方向对了，人啊不怕远，只要方向对了，再远呢都走得到，就怕怎么样，方向错了。所以人生啊，努力会不会有结果？努力会有结果，对不对？可是努力不一定有好结果，对不对？对呀，你朝正确的方向努力，对不对？有结果，你可以赶快到达目的地，对不对？可是你朝错误的方向努力呢，
那越努力离你的目标越远。所以努力会有结果，但是不一定会有好结果哦。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很努力的在做工，我们很努力的在学习，各位朋友，请问有没有一定保证得到好的结果？所以呢，努力学习的基础应该建立在什么方向？应该建立在我们方向正确，我们学习才有结果。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要推《弟子规》？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引发出来这样的一个省思，这样的一个反思。社会投入了那么多，医疗投入那么多，为什么疾病还是那么的多？犯罪率不但没有减少，还一直增加。我们要找问题啊，各位老师们，大家呢齐聚在这里啊，就是在为我们的社会做什么？把脉，诊断嘛。我们都是医生哦，要把脉。把脉之后呢，把病因找出来，然后怎么样？对症下药。所以老师是心医啊，大家是心医啊，都是不得了的职业啊，非常高尚的职业。这是骨质疏松症。再来，我们讲肥胖的问题。现在肥胖问题非常非常的多，我们不能把肥胖当成是单一的一个疾病来考虑，因为肥胖可能潜在的很多健康的问题，譬如说胆固醇的升高、二型的糖尿病、血压的升高、骨科的疾病，还有一堆的文明病呢，都跟肥胖其实是有相关的。我们不能把肥胖当成单一个问题。而很多人在讲减肥的时候呢，也是在症状解哦，只要我把肉甩掉就好了。而且呢，要越快甩掉越好。所以呢，很多人呢就开始怎么样，饥饿，饿得半死哈，不想吃东西。然后呢，终于减掉了一两斤的肉，减掉之后呢，再去怎么样，好好的大吃一顿。有没有？好像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哦。这叫症状解嘛。其实减肥不可以求快速，这是第一个要建立的观念。第二个呢，严格的纯天然低脂肪的素食呢，其实才是根本解，才是减肥的根本解。再来呢，远离牛奶、鸡蛋与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很多人讲说呢，吃素也可以喝牛奶啊，也可以吃鸡蛋啊，也可以吃蛋糕啊，因为蛋糕也是素的啊，也是植物性的膳食做的啊，对不对？对。可是怎么样？可是这些东西呢，对人体的伤害都很大，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要有智慧才能够吃啊，吃出健康啊。很多人讲为什么会肥胖呢？就是因为卡路里吃的太多，有没有？所以就开始饥饿哦。我告诉大家呢，这真的都是症状解，没有抓到根本。我给大家呢展示一个数字，中国人跟美国人啊，吃的食物当中呢，热量一比较，你发现呢，请问哪一个地区的人热量吃的比较高？中国人吃的热量比较高，美国人吃的热量其实呢比较低。可是我们想一想啊，是中国人比较瘦还是美国人比较瘦？当然是中国的这个族群比较瘦啊，是不是？所以呢，卡路里的高低啊，跟胖瘦怎么样无关，跟胖瘦无关。所以很多人在减肥呢，一直在算卡路里，有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那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是症状解。你看哦，以单位体重来计算，中国人热量的摄取呢，比美国人高30%，可是平均体重却低20%。所以他告诉我们呢，错啦，我们去算卡路里，算的这个很辛苦，
其实怎么样，一点用处都没有，对肥胖没有改善。 那到底为什么会肥胖呢？其实啊，减肥不需要饿肚子啦，因为我们吃错了。因为肥胖的基转是这个样子，高蛋白其实跟脂肪啊，关系还不大，跟什么？跟蛋白质关系比较大。高蛋白高脂肪的饮食很容易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我们吃的是动物性蛋白，对不对？可是在身体当中，过多的动物性蛋白不但让我们的钙流失，而且呢，它会转换成什么？脂肪，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转换成脂肪储藏呢，然后就让我们发胖。而为什么我们说热量多没有关系呢？其实啊，原因就在这里，低蛋白低脂肪的饮食，它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它的热量虽然很高，可是它不是转变成脂肪，它是转变成热量散发出去，所以呢不容易发胖。道理在这里啊，道理在这里啊。所以要减肥呢，我告诉大家，根本解呢不是饿肚子，是怎么样？是多吃蔬菜水果，多吃植物性的膳食，远离动物性的膳食，远离动物性蛋白，远离动物性的脂肪，这个才是根本解啊。再来糖尿病，糖尿病呢，我听说在马来西亚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很多人得这样的一个疾病。而糖尿病有一型糖尿病，有二型糖尿病，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做很详细的介绍。那么大致上来分呢，就是一般的人所罹患的 95% 的糖尿病都是二型的糖尿病，就是说呢，这样的一个人二型的糖尿病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分泌胰岛素，可是怎么样，胰岛素没有办法起一定的作用。一型的糖尿病是肾上腺的胰岛素，他没有办法分泌胰岛素，这是一型的糖尿病。而且一型的糖尿病多半是在小孩子的时候罹患的，一般成年人所得的都是二型糖尿病。而糖尿病跟膳食有没有关系，跟吃错有没有关系？有关系。美国的医生他挑了3000多个病人，其实不是病人，是准糖尿病的病人。什么叫准糖尿病呢？就是还没有糖尿病，只是血糖比较高一点而已。挑3000个人来做实验，把他们分成三组。分成哪三组呢？分成一组对照组跟两组实验组。而对照组的人1000多个人接受一般的美式膳食，我们知道美式的膳食都是什么？比较高动物性蛋白的，高脂肪的一个饮食。那么吃什么呢？吃这个膳食之外啊，还给他吃安慰剂。这个什么叫安慰剂呢？可能给他吃的这个药啊是淀粉，就是没有任何医疗作用的，因为他要做对照嘛，要做对照。再来呢，第二组呢，实验组让他接受，就是说你平常吃什么膳食你就吃什么，也是一样吃一般的美式膳食，你爱吃什么就吃什么。可是让他吃什么呢？让他服用降血糖的药物，降血糖的药物，糖尿病的这个药物治疗。第三组呢，让他吃什么呢？让他吃低脂肪的食物，就是吃什么？吃素食啦，就是你不要吃高脂肪的食物。但是他在这里啊，他也不是完全吃全素，因为病人受不了。他让他只是把低脂肪的膳食的比例调高一点，素食调高一点而已。结果呢，经过三年后的比较哦，第一组的实验组比对照组罹患这个糖尿病的比例呢降低了31%。好，请问各位朋友，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结果，就是那个药啊确实有效，吃药有效。可是呢，更让我们惊讶的是，第二组的实验组居然比对照组减少了将近六成。哎，这组没有吃药哦，这组吃什么？吃素哦。而且他不是完全吃素，他是比较主要的膳食是植物性膳食，可是他居然比对照组还要少58%，告诉我们吃素比吃药有效。所以中国人讲一句话哈，很有哲理，它叫做食药补不如食补，有没有？药补不如食补啊，吃药呢不如吃正确的食物。再来呢，另外一个实验是一个詹姆斯博士呢所做的一个实验。这个博士呢，他请了25个一型糖尿病跟25个二型糖尿病的病人，共50名病患来做实验。而这50名他是挑过的，挑什么呢？体重都不过重的，体重都是比较正常的。结果让这25名病患呢，以每日的膳食先吃1个礼拜。为什么要先吃1个礼拜的每日膳食？就是让他起跑点一样，先让他身体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完了之后呢，再吃素食，就1个礼拜之后断掉，以低脂高纤的素食来取代这个饮食。结果发现了什么呢？3个礼拜之后，第一组一型糖尿病的病人哦，原本已经这个一型糖尿病的病人是终身胰岛素依赖的病人哦，结果3个礼拜之后发现了一个非常令这个医生惊讶的一个事情，居然这25个病人当中呢，3周之后胰岛素的用量剂量呢平均降低了40%，而这些人的身体里面同样的胆固醇也同时降低了30%。再来哦，另外一个更让他惊讶的是，令25个二型糖尿病的病患呢，3周之后居然有24个人不需要再用胰岛素的治疗。各位朋友，这个实验是很有意义的实验啊，也就是如果各位朋友的身边有二型糖尿病病患的亲属，你要赶快劝他吃素啊，3个礼拜就见效了。居然3个礼拜25个人当中有24个人不需要再依赖胰岛素，你看这个实验真的很有意义。而另外一个为什么需要胰岛素呢？因为啊，他是一个21年的糖尿病病患，他每一天的胰岛素用量是35个单位，而这样的人呢，即使这么严重哦，21年罹患糖尿病了哦，他吃素吃了8个礼拜之后呢，也怎么样，也停用了胰岛素了。哎呀，这个真的是哪有比这个更好的这个治疗呢？哪有比吃更好的治疗呢？所以啊，国外有一个医生写了一本书，毕勒医生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食物是你最好的医药，食物就是你最好的医药。再来心脏病，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心脏病的威胁，讲到什么？讲到了美国3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要死于心脏病，注定的哦。而平均下来24个小时啊，美国就有3000个人心脏病发作，相当于911死亡的人数。各位朋友，我们在这里进行5天4夜，有多少人要得心脏病啊？
有多少人心脏病要发作？3000个乘以5，有15000个人啊，在这段时间心脏病要发作，我们说严不严重？那太严重了，那对整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很大的拖累啊。那原因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心脏病的原因。这是一条血管，血管啊，就像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河川一样，河流一样。而这条血管呢，血管壁是有弹性的，它是有弹性的。当我们吃错了，我们吃了太多的动物性脂肪，吃了太多的动物性蛋白。各位朋友，动物性蛋白是体内胆固醇上升的主因，不是动物性脂肪哦，不是饱和脂肪酸，不是，是动物性蛋白。所以动物性蛋白吃多了之后，我们很多的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就出来了。存在哪里呢？存在我们的血管壁，卡在血管壁上面，一层黄黄的，有没有？结果呢，本来血管是有弹性的，变得怎么样？硬化了，开始没有弹性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改善我们的饮食，继续吃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血管最后会被怎么样塞住哦。因为大家知道河流呢，你不把它清洗的话呢，久而久之就被这些污染物给堵住了。而在医院里面呢，就做了一个实验，医生就做了一个实验，他找了动脉硬化的病人，抽了一管的血液，跟一个正常的人抽了一管的血液，抽出来，把两个血液呢去离心，离心机离心完之后呢，呈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这张图片，在大家的左手边看到的是正常人的血液，大家看到。正常的血液离心之后，上层是什么？是透明无是透明的液体，透明的液体。可是动脉硬化的病人，他的血液离心之后，上面是什么？上面是像果冻一样粘稠的固体。大家想想看哦。那一层东西那么黏哦，在血管里面流的时候，请问会不会把我们的血管给堵住啊？说真的啊，从这一些实验啊，我们才看到什么？可能我们的身体被我们糟蹋了，已经怎么样？已经快受不了了。我们可能还无动于衷哦，可能还无动于衷哦。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哦。如果这个血管的阻塞发生在心脏，我们就叫它心脏病。如果血管的阻塞发生在脑部，我们就叫它中风。其实这两个疾病机转一不一样，它的 mechanism 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机转是一模一样的。问题都出在什么？饮食上面。所以长期错误的饮食导致了我们体质的衰落呢，这是在临床上已经非常清楚的一个现象。我们今天举两个体质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叫酸性体质，第二个叫做低钾高钠的体质。那什么叫酸性体质呢？各位朋友，这里有一个酸碱表，越靠近大家左手边的这个黄色的呢是酸性的，越靠近右手边的绿色的叫碱性的。而酸碱表里面呢，越最酸的它的数字是0，最碱的数字是14，而中间的中性数字就是7。所以人体的正常的体质，它的酸碱值应该是落在 7.35 到 7.45 这个范围，所以它是中性偏什么？偏碱，弱碱性的一个体质。很多的朋友说，哎，那
差一点点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差一点都不可以。我们看到差一点点，只要我们的体质偏到 7.0 到 7.2， 这个就叫癌症体质。各位朋友，癌细胞是被我们养出来的哦，癌细胞是被我们用酸性的体质养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能不能把那个责任推给癌细胞，然后把它给切掉？不可以啦，我们要把责任推给自己呀，这叫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哎，在健康上也用得到哦。所以呢，再偏一点点，可不可以呢？再偏一点点，人就死了。到了 6.8 的时候呢，人就死掉了。所以人体是一个很精密的仪器哦，一点点的偏差都不允许存在的哦。而我们就要问，好，那请问酸性的体质跟什么有关？为什么会有酸性的体质？各位朋友，跟吃进去的东西有关呐。也就是说，我们酸性的体质就是我们长期错误的饮食所培养出来的。那很多人就讲，请问什么很酸？我告诉大家呢，可乐很酸，可乐只有 2.5。 哇，那我们在想说，现在很多的孩子都把可乐当水喝，有没有？各位朋友，请问这是明智的抉择吗？我们看的都捏一把冷汗啊。那我这一次呢，这个回台湾去，我看了台湾的报纸，结果有一个报道说，有一个大学生啊，读了大学没读几年哦，就得癌症了，得癌症了哦。他得癌症的时候呢，跟他的妈妈讲，就是啊，他就住在医院里面，因为孩子得癌症，妈妈呢心里面很痛苦，因为他才大学啊，才人生才刚要开始啊，那怎么会得癌症呢？结果后来才发现，这个孩子呢，他一餐没有吃麦当劳，他就吃不下饭；他一餐没有可乐，他就咽不下饭。他一定要边吃饭边配可乐，所以他的身体的酸性的环境是被自己养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呢，各位朋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没有错，对孩子好是应该的，爱孩子也是应该的。可是呢，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老的名言，出自于《资治通鉴》的，他讲呢，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啊。当我们爱孩子，不用道来爱孩子，我们爱孩子的方式不符合道啊，可是与道相背离的话呢，那正好是把我们的孩子给害了，把他给害死了。好，从这里呢，我们看到了不正确的饮食。再来，我们要问，还有什么东西很酸呢？你可以想象到的肉类都是酸的，就我们可以想象到的肉类都是酸的，所有动物性的膳食都是酸的。再来呢，你能想象的蛋类都是酸的，任何一种动物的蛋都是酸的。再来，酒精是酸的，甜食就是有糖分的东西都是酸的，还有呢，酒精也是酸的。再来哦，很多人就讲，那我要碱性的身体啊，碱性比较健康啊，那我要吃什么？你可以想象得到的蔬菜水果，还有呢部分的五谷类都是碱性的，只有一部分的谷类是弱酸性的，只有一部分的谷类是弱酸性的。譬如说白米是弱酸性的，可是呢糙米是碱性的，糙米就是碱性的，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啊，什么是糙米，怎么吃，我们等一下会讲。
所以呢，我们就了解到，其实啊，各位朋友，体质是我们自己抉择的啦，是不是？身体的健康也是我们自己抉择的啦。所以呢，现在的医学去这个现在的医学啊，调查的结果呢，他发现了什么？现在有70%的人都有酸性的体质。各位朋友，我们看到70%的人都有酸性的体质，很多人就要问：哎，那我到底是酸性的还是碱性的？各位朋友，不要问别人，问自己。如果你喜欢吃的食物是所有的肉类，你喜欢吃鸡蛋、牛奶，你喜欢吃很油腻的东西，你喜欢吃的东西是精致的蛋糕，你喜欢抽烟，你喜欢喝酒，那么很有可能你就是这70%的人。那怎么办呢？改善饮食嘛，是不是？就是呢，酸性的物质是造成酸性体质的主因，也是慢性病的主因，也是老化的指标。就是人的体质越酸呢，它老得越快，老得越快，因为自由基越多 ，free radical 越多，它的身体细胞老化的就越快。所以我们就想说，哎，那怎么预防呢？对呀，我不要自己为这个身体不要这个形成慢性病的温床啊，我也不要老得那么快啊，怎么办呢？从饮食下手，多摄取自然存在自然界的碱性的物质，吃什么呢？五谷类、蔬菜类、水果类、海藻类、海菜啦、海带啦、紫菜啦，这都是很好的东西，都是碱性的东西。而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呢，不是吃起来酸的东西就是酸性的东西，不是哦。譬如说柠檬很酸，对不对？可是柠檬喝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它变成了碱性的东西。醋很酸，对不对？可是醋吃到了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变成碱性的东西。所以各位同胞，各位朋友，要多吃醋哦，嘿，有益健康哦。而糖吃起来是甜的哦，可是它却是酸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告诫人家说你不要吃太甜哦，这对健康不好哦，因为甜的东西它吃到身体里面会变成酸性的物质，造成我们身体的危害。所以呢，我们就来检验一下，各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上有这些疾病，那您就要开始思考，我要不要改变我的饮食。譬如说我们常常很疲倦，这睡不饱，怎么睡都睡不饱。我看呢，在这里呢没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很有精神，即使一天呢上课10个小时呢，大家都没有倦意，表示呢大家的身体很健康。第二个，儿童的智力低落。哎，其实啊，各位朋友，每一个孩子的智力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但是为什么有些孩子反应比较差呢？酸性体质造成的，酸性体质造成的。再来，过敏、结石。哎，结石不是豆腐吃太多吗？不是的，我们刚刚讲吃动物性蛋白之后，尿里面的这个钙质会增加，对不对？还有一种东西也会增加，叫做草酸。草酸跟钙这两种东西啊，在我们的肾脏约会，在我们的膀胱约会的时候呢，就变成肾结石，就变成膀胱结石。所以结石是因为肉吃太多引起的。再来呢，癌症，这个刚刚说过了，口臭、动脉硬化、高血压、感冒，你看哦，酸性体质也会引起感冒哦，因为抵抗力减低。再来，
糖代谢疾病，就是糖尿病，就是糖尿病。所以糖尿病不是糖吃的很多，不是，固然糖会转成酸性的食品，我们不要忘了，动物性蛋白也会转成酸性的食品、啊、就是肉吃太多，吃太好了。再来呢，关节痛、痛风、虚胖、肌肉松弛、没有弹性、骨质流失，就是骨质疏松症、皱纹、皮肤容易感染、老化、治愈速度慢，通通都是酸性体质的表征。所以有这一些现象，要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各位朋友，马上改善你的饮食，把您的饮食从很油腻的动物性的膳食变成清淡的植物性膳食，您的健康就开始在走上坡了。那么这一节课呢，我们就先报告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周老师和我们精彩的分享。听了周老师这些课以后呢，让我想起我们祖先常常讲到的一句话，叫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当一个人没有智慧的时候呢，说话不谨慎，可能无意当中会伤害很多的人。当我们不懂得正确的饮食，吃进去的呢可能是病，但是呢，我们不是在结果上去担心，而是想到造成这些结果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提升我们的智慧，那我们的福也可以怎么样？福从口出，健康呢从口入。所以呢，我们有了正确的饮食的习惯呢，那我们就的人生呢就会健康。所以我们如果在家庭当中为我们的家人准备饮食，那我们的家人的幸福，我们的家人的健康呢就握在我们的手中，那我们都有好的这样的知识。那今天上午的课程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